哎呦！哦！网友本来有猜说他是不是要飞越阿修罗，但现在看起来不是。这个太犯规了，秘密武器。他现在邀请了2008年在纽奥良 NBA 明星赛，当时打败 Rudy Gay、Joel Green 还有 Jamal Moon 的霍华德，现在来到了场上了。他要飞越霍华德吗？现在非常紧张。哇，其实阿修罗的身高比较高，但是 Howard 比较大牌，撞到压力会比较大一些。毕竟不是自己的队友，赔不起啊！应该要先买个保险。我们就开始计时，计时开始，给 JT 一个尖叫声。所以他准备要飞越七尺，接近七尺的霍华德吗？来看一下刘志廷，哎呀，哇哦，哇哦 ，unbelievable！ 看看霍华德的表情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飞跃！哇，霍华德，现在黑人问号，刘志廷一次成功，我的妈！再从不同角度来看一次，各个角度欣赏一下飞跃魔兽，就是这么一灌，我相信俊廷已经成为全台湾最会灌篮的男人。是，霍华德其实刚刚也有一丝丝的害怕，他心里非常的抖，但这一次直接从他的身上给压过去，天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到底看了什么？黑人问号在台湾出现，来自台钢猎鹰刘俊廷的灌篮，看几次的哇，真的不得不说，其实俊廷的身高是不到190公分啊，但是频频在这次的灌篮大赛里面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灌篮的动作。球迷来评分，哇，我你知道吗？我赛前有传讯息给他们，我说真的希望你们就在我的社群上说，希望让我走路有风。我待会走出体育馆，我应该是用飞的。不至于输了吧？请给分。十分，突然好哎，给出十分。好的，评审给分是5个10分。50分，刘俊廷。宝哥，我现在可以马后炮吗？可以，请说。就是没有夺冠军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剃光头了。